我们跟老师介绍两个关键字哈，因为呢，其实不管您是 PowerPoint 啊，或者是这个一般你在做画面，这里呢这两个关键字真的可以查一下，因为老师用 PowerPoint 应该就有概念。请问 PowerPoint 老师会不会开一个新档案就用空白的，然后自己去做？应该很少，对不对？你大部分都是不是都选范本？但是这些范本有没有用到快烂掉了？你只要一出来，不用直觉反应啊，这 PowerPoint 哪一个范本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你可以试看看这个关键字 templates 或者是 markup。好 ，markup 比较像是有的英文是翻作原型啊，好，就是刚初创的这个原型。那这个呢，您这样一找，您可以找看，你不要找那个中文的范本。找中文范本真的少很多，啊，你像这样一找就会找到很多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找 PowerPoint 的，因为大家还是简报用的最多嘛，所以你就找 PowerPoint 范本。那你又不想付钱嘛，就加个 free， 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这样子你就会找到更多。那不可否认的，上面都有广告哈，这两个是广告，下面是自然排序的。好，那当然。免费的现在很多都跟什么付费在一起，也就是说他提供你一些所谓的免费的可以去体验，那你点进去之后有没有就可以找到一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当然不见得你喜欢的，你就可以再找找看其他的，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就是其他的范本。因为老实讲呢，你如果都平常都用惯了 PowerPoint， 总是要换个新口味吧，给人家不一样的感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这边呢就要 sign up 才能够怎么样 download 咯。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是需要注册的。那既然讲到注册，我们就顺便提一下，老师平常都用，应该不会都用自己的信箱，真实信箱去注册吧？啊，不，我有这个啊，请你免费影像素材，这里我有写抛弃式信箱，你要会啊。这个你要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要深入险境的时候，这种可以用一下。对，不该暴露你的资料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收到垃圾信也是应该的啊。你就用这个关键字找一下哈，你可以找到很多，按下去。我平常最常用是十分钟的啦，十分钟就塞用它啦。哎，那你也可以找到其他的，像我这篇文章里面我有介绍，除了十分钟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可以用一个月的啊，可以指定时间的也有。好，那我又拿十分钟的给大家参考。哎，不过我们现场因为超过大概二十位左右，所以有可能会连不进去哦，因为他出去如果是同一个 IP， 哦不同哦，所以我们这边都是真实 IP 的。好，哦，了解了解，这样应该不会被打。那你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就可以马上产生一个网址，有没有？一信箱。那你往下看，这里就是他的收发信件在这里。好，你就在这个页面直接收发。它这个服务呢有点狠，45天换一次网域名称，而且绝对不重复，所以可能不见得会被封锁啦。好，但是当然也有可能啦，我之前有遇过有被封锁的。好，那像这样的我就进去就可以收信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有需要，比如说你去对岸啊，或是你觉得这里不该来你又想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用一下。那万一十分钟之后还要继续用怎么办？你就跟他讲，神啊，再给我十分钟。甚至呢，他可以，他本身也会有 cookie， 会记住你这一台电脑用过哪几个账号。如果你刚好十分钟过后，那你来不及，对不对？他还可以恢复那个信箱，就是再使用十分钟，即使超过了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参考看看哦。万一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下，这样老师找资料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？所以你可以找看看。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template， 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找什么 markup 这个关键字，因为这个关键字呢也可以找到很多，哦，所以我下面这里有很多跟 markup 有关系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关键字，像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再找就更容易。所以我先找一下给你看。退回来，你找这个
那一样的，你要找其他的那个，就是看哪一个领域的啊，你就可以找。你看点进去，第一个应该是最常见的，好，最常见的，因为它有分门别类，它有免费的，也有付费的。好像在这个地方点进来，点进来，你就看你要什么样的类别。它有这种 DM 的啊，设计类的，也有就是萤幕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很多，哎，真的蛮多的。像这个点进去，你就负责把这个画面换成你的就好了，情境都有了。那如果像这种方式，它这也是 free 的，对不对？点下去，有的要注册，有的不用，好、哦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看一下，应该会直接下来。没有，关掉。哎，我记得应该有，忘记了，看一下。Free download 啊，没有没有，这是直接线上的，就直接传上去就好了。哎，这是直接传上去的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还有其他的，来给您看一下。如果您也懒得开软体的，您可以用像这个也不错，这个 Smart Markup 点进来。这个是电脑玩物，应该有蛮多老师有关注过他的吧？哎，他会介绍很多哈、哦，像这个，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关键字就进去了。好，你看我按右键进去，找到它。好，现在呢，它在上面，你就可以自行找你想要的情境。好，那你也可以从上面这里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哪一种的情境，有没有？你要桌上型的，要笔电的，要智慧型手机，哎，平板的，电视的，还是多个装置的，多个装置的，这边都有。所以我只要选到我要的情境，有没有很多都帮你空出来了，他都帮你拍好了，这样子是比较容易。那你把它点下去，所以有时候我的部落格的那个版头，我偷懒我就用这个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这样进来了，我就直接 upload 从你的电脑里面传上去。反正我们用免费的，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样我就进来了，裁切一下。没有想到老师，我们拍一张照片可以用那么多地方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裁切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就进来了？那你的情境就有了，我就直接下载了，像这样。那我们只要用一般的品质就可以了，这个就不会问你，好，就不用注册，你就直接打开，就直接下载下来了。好，哦，这边用Jump，这样就看到了，所以这样 OK。 所以这个是给老师参考一下，其实我们如果说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些情境的，你网络上你会找这两个关键字 Template 跟 Markup， 好，你就会找到很多。那一般来讲，这我们都用复数啦，好，都用复数的哈。那你只要再加上您适当的关键字就可以了，这样 OK。